释迦牟尼佛曾说婆罗花，此花世间无，香蕊令一干枝发，三千年一开，欲照佛陀尘世下，等了三千年，转轮生往快来吧。2005年，韩国僧惊讶，佛像金面庞，凸显十多小奇葩，清白净如丝，无根一一放光华，对照佛经在，佛说真是不虚啊，那是直到今灵化走天涯，美国日本西台湾大陆书书洒，修行不离尘，不进寺院披袈裟，大法之至心，法轮声往矣来啦，矣来啦。